好，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由奇和牙科冠名播出的往事奇葩说。十一马上就要来临了啊，这个非常漫长的假期，对于有些幸福的朋友来讲啊，可以和你的家人朋友出去转一转，而对于和我一样比较苦逼的人来讲，还要坚守在工作岗位，没办法，生活不易啊。今天我们谈的主要话题是十一防盗，防什么盗？我们来看视频。20，明天找着你，把那100的给我，我给你留着。慢走啊！你这吓死了，你这毛病吧？我操！你这抢劫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看，有单兵作战，有团伙一块儿去骗人的，可以说手段之高超啊，令人啧舌啊。我们说十一这段假期啊，大家无论身处在何方啊，一定要操心自己的钱包啊。比如像有些人向你说，哥们儿借个打火机，哎，钱包丢了，哎，朋友问一下那个路怎么走啊？你刚回答完，手机就没了啊！现在这个犯罪团伙的智商啊，已经快超过了智能机器啊！机器如此发展的同时，依旧阻挡不了这个偷盗分子的高智商啊！大家一定要小心而行啊！再次提醒大家，假期游玩，不管是外出还是结伴，安安全全、平平安安啊！一旦发现这些有可疑的人员靠近你，多长个记性。今天先说到这儿，也希望大家过一个美好的假期，我们明天再见。